我说小张，现在已经下午了，傍晚啊，我现在带了个耙子来，打算睡一些晚餐吃，这不是想扒蛤蜊吗？我看这下面应该就有一窝，来，我们试一试，看下面有没有啊？看我的判断力怎么样？这片蛤蜊比较多，上一天就在这里扒的，然后好多粉丝都说喜欢看我扒蛤蜊，感觉说，扒蛤蜊的感觉特别的解压，很过瘾。那这边怎么没有呢？不要着急，都会有的。难道我的判断有误吗？第一窝没有，哎，我们再换个地方吧，有点尴尬了啊。这边肯定得有了啊，再没有就丢面子了。看，有了啊！哇，看这个大，这回家一煮，这种一般都不会炒着吃，像那种花甲喜欢炒着吃，这种的话壳比较厚啊。咱们一般都是把它放到水里面煮一下，放点姜和葱，配一个调料蘸着吃，特别的过瘾。下酒菜棒棒的，看，这叫那个大蛤蜊。哎，这个不是，下面还有，看。不过这种东西不是很贵，一般人家也不愿意出来扒，就是花点钱，10块钱能撑一大兜子。我这个是自己的劳动收获，吃的感觉会比较满足一些。下面看还有没有了，我接着。这边是个花甲吧？这边，这个好小啊，这个还没长大，我不要，我得扒一些大的回家。下面有没有？这个搭在这里，看手就抠出来了。这边有一个，哇，哦，这个我好多呀，一挖上来就飘上来了。快快，下面肯定还得有。哇、哦，这个好大，看，特别的大，可以特别的漂亮哦。这，上课了啊，心情非常的喜悦，太过瘾了，改天带我儿子也来吧。看。下面还有呢，啊，疯狂的捡就行了。哎呀，哇，这窝不少，差不多了，就这些。前面，再继续扒扒看啊、哦，哟，还真有，看，哟、哦，又一个，跟变魔术似的，你看，一划了出来就一个，又一个。而且还都不小，哎呦，这又一个，哇，今天这个运气爆棚了，我一会儿这个港澳海回家得买张彩票，看能不能中奖。今天这个运气是很不错的，这个大蛤蜊，又四个，而且都不小，收了。发现这个石头底下有点不对劲啊，有货，看八爪鱼，这上面怎么一个白白的？这长了一个肿瘤菌吗？哇，这个八爪鱼的那个吸盘特别的有力。吸了好多石块，这只不错，咱收了它，回家跟蛤蜊一起爆炒。哦，这边那个石块下又有一只八爪鱼，我把它抓出来。不行，我得把石块搬起来。看，哇、哦，两只！我的天啊，我还以为就一只。哇、哦，一下来俩！我说今天运气特别的好吧？这下午绝对回家要去买一张彩票，万一要中奖了呢？运气爆棚了，一下有两个大粗腿。哦，回家可以爆头了，放桶里面。我们继续。搬搬石块啊，今天心情特别的好。哎，这个下面还没有货，有点意外。我应该是百发百中的。走，继续。我现在凭我的赶海经验，真的是老渔民都赶不上我，我一点都不带吹牛的。哦，我的小鱼乱窜。哦呦，还有一只螃蟹爬出去了，在这儿。这个太小了。这种不要了。这，我发现这边爬出来了。哦，一只八爪鱼放在这里，出来吧，我已经发现你了，不要再躲了，没有用了。哇、哦，这只也可以。今天收的这几只八爪鱼个头都不小了，看怎么样？而且腿还特别的长，收了。找一找，这边水有点红啊，有点涨潮了。这是什么？石头。叶子螺，上天捡到一个比这个还大一点，哇、哦，这个也很好啊。上天那个辣炒了，这个回家拿回去刺身可以哦。
这个椰子螺的壳特别的好看，上次用这个椰子螺这个壳做了一些手工，然后当那个烟灰缸呢，放在家里面特别的实用。哇，这个壳特别的漂亮，大家有没有想要椰子螺的壳啊？大家可以私信我。附近啊有那个鲨鱼群出没，他们在那个岸边经常捡到一些鲨鱼，我在这边先收一些月亮贝，然后过去那里面看一看。走，哇塞，这月亮贝太多了，在这一块，你看捡就行了。这种月亮贝个头偏是中型的吧，有那种更大一些的，不过这种肉更好吃。月亮贝的壳太漂亮了啊！这里还有，直接捡就行了。哦，这是个壳哎，壳就不要了。这里，这个看起来大一些，这个好鼓啊，感觉很饱满。把这个垃圾也带出去吧。诚信服务。这边哦，这边还有，看，哇，这里都是啊，你看巨堆的月亮贝。太漂亮了，这些个头太好看了啊！回家可以在上面画一些画，做手工。那边还有大哥，这一块你腿这一边，这里，哇，快捡起来！这个好小，好可爱哦。看这个中间还有一点点受伤了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好多呀！这个回家直接煮着吃，味道不错。这里，哎嘿。哦，这里还有呢，快来，这些感觉更大一些，看怎么样，大哥你说这个月亮贝怎么好吃啊？哦，这个好可爱哦，小小的。这里的海葵也好多呀，你看，哎嘿，出来了。哦，这个还好大呢，这个还不错哎，一下子就拽出来了。嘿，哎呦，海葵炒鸡蛋越吃越厉害呢。好了，这一只，哎，又抓到了。嘿，好，出来出来。哦，这只有点瘦啊，不过还可以吧。这个你看，过来这边看到一个大蛤蜊啊，这是个文蛤，看好大。瘦了啊，不错，这个这下面应该都是蛤蜊，有不少，看，哇，个头还不小，这一些，哇，这些眼下面都是啊，来八蛤蜊吧，朋友们，快来吧，我们这里是蔡家滩啊，想来的朋友们，暑假带孩子，来多好呀，这家，这里是花甲，算了吧，今天不想吃花甲。我想去那里面走一走看一看，人家都说在里面能捡到鲨鱼，算了，不要这个，上里面走。这里你看，哎，看到这个小蛤蜊都是钻进去的，这里都有蛤蜊，这里你看冒上来了小蛤蜊。哎，大哥，那边那个网下面是不是一条小鲨鱼啊？你看在这，在这网下面啊，哎呦，真的是有鲨鱼哎！你看，这一只不大，不到一斤几两，小鲨鱼。嗯，臭了。没有，再往前面看一下，这里面还没有大鲨鱼。我看来这边发现一只小海星，好可爱哦！看，全在这的，一只小小的小海星。我们带到里面放了吧，大海就在前方了，越来越近了。走，过去看一看。走到海这边了，把这个小海星放了吧，啊，太小了，回大海。哎，大哥，你看那边是个什么？看到一个鱼鳍啊，这条鱼啊，这边，哎呀，鲨鱼啊，这条鲨鱼大，这边是条什么鱼啊？这个已经看不出来，面目全非了。这是个鲨鱼吗？哦，这只大，天啊，难怪人家都说在这里能捡到鲨鱼啊。是不是鲨鱼泛滥了？最近这个季节，这个，哎呀，肠子都出来了。这个不要了吧，大哥，能吃吧？啊，不要了啊，丢了吧，回大海里面吧。哎，好可怜啊，小鲨鱼。
布里格利炖不好。花甲，怎么会有这么多蛤蜊啊？哎呦，炖了好多呀，摸就行了。捡几个蛤蜊回家吧，放在花甲粉丝里。太多了，捡一些。怎么了？那个小虫子一直在我手上爬。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。哦，这里的蛤蜊还是很多呀。